它有单管的，有双管的，这里是双管嘛，这里两个插头，它有一个是单独可以分开的，有一种是单独这样这么小的，还有一种是大一点的，而且呢，一个下面那个底盘可以装两个，这样的。 如果说你很多种管装呢，料了你放三个在上面，你后来这里如果料少的时候，又打很多管，这样的。差不多。这款呢是我们上次demo的，这是美的那个电磁炉那个切片。